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车？这个车能玩越野吗，老铁？啊？哇塞 ，QX56 啊，英菲尼迪，这个车我还第一次见啊，真的第一次见这个车。哇塞，这个车能玩越野吗？这个坡可是75度坡啊！你要是能开得上去，我真的给轮子给你吃了。哎，还来个小慢跑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鬼车？第一次见啊，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个车，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车。这个车真的是好奇怪呀、这个车能玩越野吗？啊，后轱辘不转，前轱辘转，后轱辘不转。忘，应该是忘装差出手了。